纯白、杏色、粉色，只要是有这种勾扣造型的，我们家一定都是做这种非常方便穿脱的勾扣。然后它的那个绕带是，就是上面我们有做一个小耳朵，然后把绕带固定在上面。因为它这种造型，如果你是做那种交叉在绕带的话，其实它会鞋子有点不跟脚。然后高度的话是 5.5 公分，然后前面也是一样有加这个前掌乳棉，超级厚实。它整个是车线繁里的设计，特别要求工厂这样做。这个柔美心动的楦型，它就是非常友善我们宽肉脚板或是拇指外翻人，因为它就是非常友善宽肉脚跟拇指外翻，它不会压迫你的脚，而且你的脚在里面是可以舒服的，就是这样移动的那一种。所以这四个颜色其实都蛮同搭，然后它的浅粉哦，你可以看它的浅粉其实是蛮接近裸粉色那一种，很淡的。我觉得杏色穿起来会比较偏优雅，嗯，然后我觉得粉色会带一点甜的感觉。它就是后面是后空的，然后它的脚踝跟脚后跟又有拉带可以固定住，所以它其实安心度对我来讲啊，就是会更胜于。